触受佛像啊，是不是触佛身学？这个的确是需要讲清楚。流通佛像啊，买卖佛像可以，这是属于流通，没有过失。出售佛像不是触佛身学，触佛身学是什么？是把这个佛像破坏，而且呢是恶意破坏，这个等于触佛身学。如果无意的，那是有过没有罪，不小心把佛像呢，或者是碰到地上摔坏了，这个不是有意的，这是过，不是罪。如果是恶意的，讨厌他，嗔恨他，故意把它毁坏，这个罪是等于触佛身学，买卖不包括在这里面啊。